电机怎么装？来，第一步，它有那个，这里有个槽的，就有平的，直接把它那个卡到这个地方去，然后两边都是一样的。然后电机这个开口的这地方，这里不是一个开口处吗？然后直接是这样压上去的。然后再把这些螺帽给它拧回去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槽的，你就用这个东西给它顶住。然后再用扳手把它给拧紧，扳手一样是用19的。然后用铁子敲一下这边，敲的作用呢是这电机盖装上去的时候它不会说撬不下去。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电机盖的残留器，再用木锤把它那敲一下，然后连接那个电源线。这电源线两个接头，跟电机上面两个接头，然后往里面给它插到位就好了。这样子就更换电机已经结束了。